ground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开箱这个 Beats Solo 3的无线蓝牙耳机，这是我美国的表弟送我的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啊，它背面的话呢有支援蓝牙，然后它这个电池可以维持大概40个小时 ，OK， 然后它有那个对，然后它还有麦克风，还可以接电话跟听音乐。侧面呢就是可以适用 iPhone、iPad 上面 ，OK， 总之呢我们来开箱吧。哇，这个整个质感就不一样啊！外面这个盒套它是用那个雾面印刷的方式啊。那我先把这个盒套抽开，然后你看它上盖是用手工盒，应该说它整个盒子是用手工盒做的。然后上盖有那个类似局部上光的方式，让那个 logo 给显示出来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还蛮细心，就是它就是里面这个内衬的纸，它那张纸上面也有做局部上光，然后旁边有做类似像缎带可以把它提出来的，还做的蛮细心的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盒子应该成本很高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为它是用在这个高单价的产品上面，所以我觉得它在设计上面也是蛮花了心思在做啦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到里面的产品啊，先把它拿出来。整个感觉就不一样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里面，它这个里面是类似像一个纸盒的东西，但是它是印卡纸的方式。它是一个卡纸，然后旁边有纸的缎带。然后这边有个小一个型号，应该是这个产品的舰号吧。对，然后再来我们介绍这里面，它这个是说明书。啊，破了，心痛啊！没关系，我从旁边撕开它。OK 啊，这边有很多很多国语言的说明书，然后它有大概介绍要怎么去安装使用它，还有这个是它可以给你三个月的免费 iTunes Store 的音乐。OK， 接下来这个是它那个线调整音量跟这个类似像麦克风的方式，可以接在耳机跟手机上面。然后那个这个是充电的，就是耳机充电的连接线，上面也有做湿印。它整个都还蛮有设计感，有一致性的设计感。OK， 然后它连这个环扣也有做湿印，再来是它的底座。OK， 我们现在直接开你蓝牙耳机的这个套子，把它打开。然后里面这个耳机是可以折叠的。旁边有声音的大小声，可以接听电话，然后可以播放。然后左边这个是可以插充电，然后它会有电源显示。然后我先把它折回去哦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袋子。这个袋子旁边有个小小内袋，可以放一些小东西，传输线啊什么的。然后它这个拉链，再来它的 logo， 超赞的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手机连接这个 wireless 的 Beats 耳机啊，直接开启电源，然后做配对。好，等我的手机。
OK， 今天的开箱影片介绍到这边喽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 Wireless 的 Beats 耳机的话呢，赶快去买一个吧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